静静，你去告诉鲁孝宇，你去告诉他，我为他辩护是因为我是一个律师，我是履行我的职责，也是因为你，是你让我去救他的，你让我救他是因为你爱他，你爱他。 难道你到现在还想隐瞒吗？他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已经自由了，你可以去爱他了。